你这个查某讲白贼，哪会讲哈尔主人啊？拄则你甲我讲话时，你变大声的呢？你若看到恁哥哥，马上变一个人啊！阿母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怪我，阿妹阁叫我离开这窑啊！我这边肚内底有伊的囡仔，我无可能离开伊的。阿母，我拜托你。 你甲我放开哦！你是不是含伊做伙？敢一点要关系都无？阿母，无你甲我讲，到底阿我安怎做？你才肯原谅我？阿母，我原谅你什么啦？啊，你两个做遐尼侪歹代志，是不是原谅倒会条啦？你甲我放开，甲我放开！阿母，阿母，你完蛋无？来来来，先坐，先坐，没代志吧？啊！ 听到这嘛是咧演的一出来啊！啊，伊弄伊家己巴肚要创啥？我直接手搞搞掉，我要飞，我要被出来了，伊都不会出去弄个豆干。啊，妈妈，你莫紧张啦吼，我拄仔看到做清楚的，是伊家己装出去弄豆干的，吼，无你的代志啊！啊，医生到底讲安怎啦？我。 我的妈妈已经无去啊！你囡仔无啊？哎呀，啊你人伫咧倒位啦？我即马过看你。哥，我想要一个人孝敬一个，因为我一个无细哩，就害一条无辜的性命就安尼无去啊！我即马感觉家己真正就做个个。 阿克罗，你卖安尼想啦吼，你已经有足尽力伫保护你巴肚内囡仔，你卖怪你家己吼。哥，我即马要为我的宝宝念经，你暂时就卖找我，慢慢联络我。但我若是感觉无法度行出来，无法度放下，我自然就会找你啊。 拢是我害的啦，迄个时阵甲我救掉的，我若较忍耐，手莫甲背，莫甲磕着，凡事即物囡仔还阁在嘞。无可能，妈妈，这代志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我看了足清楚，迄就是伊家己演的，用巴肚去弄大家，叫演一个伤车过啊，伊那才会无去，伊这叫做自作自受，甲你无关系。话问安尼讲啊，看安怎讲？ 失去囡仔，迄种痛苦，啊，我无法度讲啦，慧珍，我感觉我做主责的。我刷主责啊，问题就是 Carol 伊的体质本来就无啥好，较袂调胎啊。Kevin去找阮大家回信咧，讲因为提供资金给刘佳瑶因的病，啊，大家问伊为啥物，伊就讲是 Carol 无心，伊无法度预管。啊，那是。 假怀孕真诈财哦！啊，阮当处长就给阮大哥阿哥起落骗去啊！阮当处长是一个有生理头脑的人呢，啊，那拄着伊小妹就变成一个阿呆啊！伊小妹讲什么代志拢讲对，啊，伊小妹若佫甲伊讲，伊去互人欺负，伊就着急甲要去拍人啊！阮当处长即马一定是因为变甲做阿舅就艰苦。 根本就不知道是Carol被骗的钱。Carol 若真正是假有心，煞不如秋红阿姨害伊落胎，安尼真正让我足受气。对啊。